我还没盖过，很陌生欸，不知道怎么盖。等一下哦，门是要盖哪里啊？那顶得着吗？这样点不着欸，对啊，哦，所以要再往上盖一格。狗叫声，我家本来就养狗啊，我家本来就有养狗。好了，理论上都是这样子。干嘛盖那么高？我直接挖掉就好啦。门需要门，需要门，需要门。好了，再去等夜妹了，看看这样会不会成功啦、啊。我真的没盖过这个东西，所以未知数还很高。又有兔子，又有狗，又有鹦鹉，说不定聊着什么，后面可能有某位知名的人转来，所以我可以验证 FB 删除留言的按钮，只是限制在自己
应该是限制自己吧，不像 YT，YT 可以回收。我看今晚有没有生夜妹吧，我是不知道对准了，还是这敲掉好了，敲掉比较保险。如果真的会被打到，我再换掉。有没有夜妹啊？可恶，刚才鸟的那个发言。不是像在这里发的，不是想在这里哦，不是想在这里发的。我们测试到天亮吧，如果没夜妹的话，我再把这拆掉。下午好，郑永之。晚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哎、欸，有了。找不到我吗？我在这里呀。还是我附近建筑物太多，挡到他们了。是要看到就对了，我大概懂了。站高一点，站高一点会被打哎、欸。我觉得是我要漏，不啦，已经敲掉。一二三。我觉得是他看不到我哎、欸，这样嘞，这样也看不到，这样，谁？四只吗？哎、欸，看不到哎、欸，所以其实这样比较好。附近有吗？哎、欸，对耶，傻眼，猫咪走。
哦，猫咪的嘶嘶声，我听到了。哦，有诶，有诶，传过去了，传过去了。那效率不是很好诶，不要盖长一点啊。不是，就是附近的猫啦，可恶。门盖太要再长一点，要加宽。对啊，我应该再盖往那边一点吧，往那个峭壁那边一点，加长。我们先挂到白天看看。哦，其实好像可以耶。啊呜，有没有这样子？然后它，哦，好像可以不用改哦。其实可以耶。等一下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烦呢，跳好嘞，先试试看。所以我说我真没盖过啊，有想法但没盖过。这样子，他们就飞不出去了，然后就在里面钻来钻去，然后就可以被我抓走了，是不是？我就不要浪费一大堆时间去盖地狱门了。建材，你刚刚应该只抓两只夜妹吧？猫咪，你们竟然会凶夜妹，难怪我晚上都没被夜妹咬。
我不知道啦，再试试看嘛，不行的话我再把它加宽。给我一点机会。啊，只是啊，不是啊，我还是要防一下僵尸啦。好了，去看看抓到几只夜妹哈。就这样子，我的想法是这样子。它飞出去了吗？没有。好，这就是我的想法。看来是很可行，只是还要需要一点点实验室。哇靠！出来是从这边出来欸，那这地狱门没用了欸。好啦，等晚上吧。我要吃饼干了，不是饼干啦，我要吃。吃金沙，指令。不行，我们这个是不能，我们这张地图没有打指令的。不然我那个平台早就打些指令，直接盖一盖了，一眼就直接破掉。树叶沙沙声，孙明嘀咕声，兔子嗖嗖声。每次打开金沙，第一件事情先看上面有没有虫在爬。因为之前就有很多啊，比如说其中一个就是有在那个什么电影院吃金沙，就发现包装他吃了一口，发现吃到半只虫。后来我想想啊，钓鱼机可不可以隔着这个钓啊？就鱼上钩了，然后马上被地狱门吃走，但是不怕说有东西没吸到消失，对不对？
我跟你讲、喔，我讲啊，就可可嘛，巧克力或可可那些东西，里面很多都有虫卵还是怎样，很多时候是因为高温烹调还是怎样，就是把虫卵杀死，让你吃进去，其实是没问题的。那有些就是，有些虫就是虫卵可能比较耐高温还是怎样的，就很多。我讲真的啊，我之前在做超商的时候。我还蛮常就是在补货，补，叫什么巧克力，怎么突然破掉还是怎样？就看了一下，里面有就是有虫在蛀。欸，你这错字真的很好笑欸，最可爱的是，是多可爱哈！叶妹皮膜，地板门，打哈欠。感觉这个用蘑菇盖出来会比较好看，这好丑哦！就飞下来，想来撞我，撞不到我。晚上喽，再测试，再测试。不知道判定为空气方块的，不对啊，是实体方块哦。然后盖地板门就好了。反正其实也没很缺燕麦皮呀、啊，因为燕麦皮只能做缓降药水跟修鞘刺，不是吗？缓降我还好啊，鞘刺的话用经验修补就好了。番茄酱其实里面很多虫，真的假的？我很爱吃番茄酱哎。烤玉米一只算80，算贵吗？要看地方吧。如果你是观光景点那些地方，80块真的还是有点贵。苦力怕生快打，会啊。就是在头上放半砖呐、啊，两格高放那可不是半砖呐、啊，地板的。我会盖啊。
哎，进去了。好啦，我们先挂一天吧。加猫咪之类的，不需要猫咪啊。猫咪只是加快苦力怕那个往那个通道那边走。你真的要快的话，你就直接用活塞，用半线钩，然后触发活塞。然后就把苦力怕推下来，我以前是这样盖的啦，效率就真的很好啊。我等下去盖一次给你看啊。可是那个地图就是我又一样要盖在非常高的地方。做过最有趣的梦是什么？最有趣的梦？什么叫有趣？感觉这个还是要拆掉欸，这边这盖这边好丑。我已经好久没做有趣的梦了欸，最近都是压力大的梦。飞出去了吗？好啦，这个还是要拆掉。等下去另外一个世界研究看看。Mini Game 什么狗？那我麦块什么狗？他是说单人游戏吗？其实地毯有影响到啊，赶紧拔掉。哎，你的错字好像也不是很。你好像错，好像也是挺夸张的呢。你今天错字就不知道错几个，对啊，直播至少要直播到5点吧，凑点时数啊。不行，他们会飞出去哎，所以这个还要再加一层，哎，好啦，看来是该拆掉了。
加紧盖而已，加紧挡而已。啊星星花纹，你画太凶了啦！我以为我一直以来打字超多错字，因为我的想法就是马上就是。要不要去充电啊？